这边这边，看到这边，这边。可能国庆的是一个小女孩感受到三位，他们将进行给国庆做席百日的。看到了，是给国庆。那么现在有观众们吗？他们也在纷纷记录着。先是开始继续量体长，非常轻松的，因为小国庆的一个含义。祝国庆百日快乐！好的。无论是我们中国的公民，也是全世界公民。现在这个阶段呢，长牙期，然后呢也开始从慢慢的爬，然后开始要学习往起站呀，站立了。可能再过十几天啊，半个月，可能会慢慢的学习走路了。爬得很艰难，艰难，怎么那么累？应该是吧，你过去看。眼神呢，好像你烧火烈的。四川那边全部人在那边过来。